那我们好像是从四强开始就是会完整的播，会有完整的对线。而且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明星赛四强是打 BO3 的样子，好像是 BO3。那今年的赛制不知道，不知道今年是 BO1 还是 BO3。那目前的话，好像拿的角色都算是比较偏门一点的。其实去年看到这些强势角，并没有特别拿特别多。对，因为像去年冠军 Bripo 他就拿什么，我记得我什么蓝宝人马，然后还有二鹅，他就玩这些，反正前面就很扛，然后后面就是一波直接把你灌掉的英雄。对对 对, 对，都打一波的，都近战选择打一波的。因为之前的明星赛好像大部分的冠军都是拿射手。啊，赵信倒是第一次看到。这里有还有附上他们 ban 的角色。这里有 ban 掉，有把那个克里斯按掉。哇，可是 Prey 这边不给面子，他不 ban 对方的狼人。这对打，就靠到底吗？我觉得狼人应该可以。狼人如果这个 Q 回一个大口的，对啊，哇，回一个大口的就好。以机体来讲，一打一，我觉得赵信能赢的几率就大概就是三七开吧，而且还有符文的关系，就是赵信是在致命节奏，所以你就第一波会换的比较多，但那个对方 Barrel 的不死之物很快就可以把血就是慢慢再吸回来，再吸回来。而且重点是狼人在抵血的时候 Q 一下符文，回超大一口的，对，他直接抵血的时候，他那个回复会好像增加到三倍吧，我记得。可能前面几波你一定要打赢吧，那上六之后我真的没有画面是赵信跟六等两个六等。的英雄这样对面可以赢、啊，他上六，我觉得唯一赢的方式就推出火圈啊，就这样嘛。你说把他扫出去吗？就直接扫出去。但是在前提之下，你还不能先碰到他，啊啊、你要不能碰到他，要不然怎么赢？应该，那狼人会直接贴到你脸上了，你很难是啊。就你普攻的目标要换。对，你看他现在开始背。那啊，他点到他，那就扫不出去了。他要再碰一下小兵，才有办法扫。但这里打起来有点早，那火圈还没到。他真的是要靠火圈伤害，但是他咬一口就快，他咬一口就快挂了，太痛。但我是 Barrel， 我就我被扫出去，我就扑回来就好了。他扫了，他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应该差不多了，没了。哇哇，太强了，狼人王。感觉 Prey 没什么角色了，怎么会选到赵信啊？他应该是想说赵信单挑很强，前面六人那伤害很够。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，就是对方前一轮选什么吧？应该没有看到吧？他们应该没有互相看到选什么，可能跟我们也没有直播，我们是看了，然后知道哇，贝罗这狼人真的是很熟。哎，换了，角色都换了，他有ban狼人了，现在知道了，对，知道了，再不ban打不了，有点强。然后他拿了露西恩，看得出来这把比较想赢的。而且他这个塔下应该还会持续再被点的，你会不会再点？你会不会露西恩？而且对方是有点蓝的、哦，有机会一波一套烫死你闪现点。闪 Q 死了，有，他这样算一比一吗？他死掉了就是1-1，是用人头就算。对对对，1-1。哎，可是为什么他计分？哦 ，Barrel 是大分是一，然后现在第二把的小分是1-1。1-1，但这样子对露西恩比较赚，因为 Barrel 他掉很多兵的经验。对。啊、Barrel 等一下一定要出他、啊出，他现在有点出不太来，他被逼出来了。这边，他这里要滚，应该是要滚一颗大颗了，然后就要 all in 你一波拼看看了，不然没办法了。喂，没闪过，挨大，可以吗？哎呀，没有了、啊，那要被烫死嘞。那应该是没了。可是他刚刚的小瓶子，他感觉伤害应该也炸不死，因为。陆仙的心魔剑也还没触发，还没有，对，所以应该炸也炸不死。直接等待世界毁灭。对，哇，那这样是1-1平手，那还有机会。还有第三把，难道就按一只狼人 ，Barrel 就没动？我对他真的可以像图文刚讲拿潘森呢、欸。拿潘森打看看，拿潘森打。怎么变汉莫丁格啊？啊，哇，这只很难对付啊。但哎、欸，打汉莫丁格的那个炮台会算 CS 吗？应该是，我记得是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因为他炮台架好，你真的要冲过去，你还是要吃他他整套了。他就大绝扣着，你往上踩就架一个大的就直接一整套往你那个架大的，达瑞文一定是没得打的。哇，可以架一个大的，哎、欸，我想要一套吗？再盖一个，
哇啊，这个没有中，中了可能倒了。哎、欸，中了可能倒就倒了，中了跟闪普攻应该就倒了。但这样 play 压力就比较大，如果被晕到，有可能被一波带走了。哇，剩一点点了。Hello， 他回复能力没办法，这一定要回，他让两个塔皮吧。大概两秒好了、他现在就跟麦莉讲说啊，没有再回的啦。来了来了，一套、哦。但这个应该杀不死。炮台打的血量没有到很多。哎、差一点，差一点点，还逼了一个光盾呢、啊。这里。再回去吃补包，再回来打。哎、欸，这个一个闪晕是可以杀的，因为达瑞文的闪还没好。可以，这个是伤害两个。这总该回了吧？要回了，要回。他就说：“那、啊、再苟一下吧。”没有再回的啦，嘲讽对面。回了，回了，回了。有但这样子回去，他塔快断了。那贝尔这边他应该还会想再磨一下吧？就是先换个血再打。因为如果打一套的话。一套现在状况应该是瑞文会赢啊 ，Pro 应该是会赢的、啊，应该不会想要打一套。我觉得可以先把他的摩迪斯打掉，然后等摩迪斯进 CC 再打。现在没了，没了。对对，现在就可以，可以先可以。那这样应该是他赢的。哎、欸，哦，惊人！小炮台，小炮台，哇，他惊人是让炮台继续输出、因为其实他只要他本尊只是为了探视野，他慢慢把那个摩迪斯消掉就好了。对。哇，单挑大师。哦这两秒钟 ，Prey 实在是吃太多伤害了，其实也没有打到普攻、而且他玩的角色都偏冷门呢、欸，那他平常玩的不一样，平常打喽都会玩一些比较特别的英雄。啊，那就恭喜！哎、欸，这样他们 Barrow 是直接进冠军赛了吗？刚刚四强嘛，对。对对对，他进冠军赛，但他现在被看越来越多东西，因为等下可能泡面头跟狼人都玩不到。可是会不会是他们互相没有看？等下你会看到第一把就是狼人赢一把。哦，也有可能。然后再拍身再给你一把。等下是 Dave 打 Kana， Kana 自己应该也会玩不少射手啦，所以没有，就是等下可能两个克里斯对跳啊。对对对对，对跳技术比拼。提莫，提莫，哎，其实提莫单挑很强哎、欸。提莫单挑是强的，而且这个地图应该是没有那个可扫眼的，就是真知药剂。我觉得现在 ARN 真知药剂也改掉，也没有掉了。对，所以他就一直无限用香菇炸冰就好了。你说最后回圈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躲起来对，没有就一直把香菇这样叠过去的，然后他躲在后面，然后脚下放一个香菇这样。这里 Dave 的感觉是他还有稍微拉一下兵线哎，这样子很细节，对，很细节，打得很，他打得很认真哎。而且这里提摩是没有带闪的嘛，所以其实酒桶的大绝还蛮好丢的，有机会把它炸回来，蛮好丢的，看有没有秀个像什么 QRQ。点塔前，哇哇顶到冰，这把感觉是对面两边都没有猜到对方要的一个角色。因为其实提摩到后期真的爆发伤害出来之后，他而且再加上 AE 技能，你也不太可能真的躲着。你躲着的话，还是要吃古拉格伤害。六等喽，一闪吗？哦，距离感觉是不够，一闪应该打不死他。现在这个伤害量应该是没有办法。我想到的画面是等提摩推到塔前的时候，然后等冰消失的差不多，你一套把它炸回来，或者其实他可以继续 poke 啊，反正他就是可以喝酒补血嘛，所以这里又补满了，反而提摩的水都喝光了。啊，一闪、哦欸，哇，死了，他扣啊，哎、欸，啊，他炸回来就是、欸，他炸回来、就是，他没有炸好，他没有炸好。哦，两边打得蛮焦灼的，而且最后一波火圈感觉酒桶好像也比较占优哎，就直接原地炸就好了，就把他炸出去就好了。然后他要走进来的时候，再把他顶出去的，不让你进来，不让他进来，还没顶到。哎、欸，这个顶到好像有机会有逼一个光盾，对，逼一个光盾可以逼一个光盾。哦、他快不见了。三十秒，这里应该都要回去补神化妆，然后就打最后一波。拼这个操作，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我的思维就是我可以洗兵轻松赢，我就不要。这么冒险就跟你拼！哇，这里又有一个炮车可以看一下香菇，看到了，对，香菇位置都抓到了。哎、欸啊，他看到了。有，对，香菇，他在等他自己中间。哎呀，你一直被猜到。哇，他没有扭掉半个位，更不用。哎、欸，要 all in 了，要 all in 了。哇，这里到别人家了，哎呀。感觉是大招没有堵到 AD
Timo 这个 pick 就有点爆炸了，而且我的感觉是 Kana 可能也不太知道炮车可以清。对 对, 對，他应该也不知道，应该不知道就可以清，因为这好像是最近 A R N 的改动。哎、啊，然后刚好这个他们也改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而且改了可能没有跟选手讲，选手根本就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对，原来看得到隐形哦。啊，这看得出来，就是选手蛮认真的啦，平常没有在玩 A R N 嘛。对。冷炫来可能就知道了，冷炫玩蛮多 A R N。他肯定会开嘴，你怎么选提莫啊？而且他刚刚的香菇是不是一个都没有？因为他每次一丢那炮车就走过来，就知道在哪，他一个都没中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走胜利之障的、啊。我个人比较看好钢普、欸，因为蓝宝没位移，其实还蛮好炸的。就前面 GP 其实也不烂哦，就他一打一用不死我一直去换血就好，是不烂的哦。啊，没炸到，控制没炸到。对，好对抗。光盾扣车。过热了，过热了。Q 救一下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这场他一定要赢，毕竟他是上路玩家嘛。对面都已经玩一个蓝宝让你跟你上路对打，上路角色对打，啊、你赢我也是正常的。不能输了，他这有压力，面子这里有看到卡纳，他蛮细节，他在对方过热回头靠他的时候，他有转头一下，让对方敲不出来。扭头，他把那个距离拉开。而且他这里补了闪耀剑跟水星鞋，那他这边要差一点伤，他跟他开吗？那少一个，他现在赢，他现在赢个大绝，赢个大绝，他去吸经验吗？他被点蓝了，光盾吗？可以吗？啊不，光盾踩下，能上六吗？上六直接扫到吗？可是他魔已经干掉了，等一下，这个大绝要撒得很好才有机会直接烫死。有彗星，有机会吗？150滴，哎，三六，150滴，可以吗？哇，一发都没中，好啊，直接烧桥，还好他有在路中间，如果撒到外面，我就是另外一个。如果再偏左一点，就算烧不到，你就要把兵推掉，因为他现在有点尴尬，回不去了。可以，敢打吗？我那血量又被 poke 一发。没有，他只是要收兵，要回家，没事。就算是收兵，好像也有点歪。不是，你也先就是只要烫一秒啊。你也是压一点血量。其实我一开始在玩蓝宝的时候，我用全智能施法是有一点难的，刚开始。要熟悉一下要怎么拉那个。对，刚开始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，我用全智能是很长就是撸歪的。我对 Dave 的他的盾刚好开在对方 Q 的伤害上面。但这波换钢普的大快好咯，我限制一下走位。逼光盾了。那五秒，大概五秒。钢普大好，我觉得他有机会赢哦。先不急吧，不要急啊！哦，扭掉，好哦，要好喽。快好了，是你自己也被逼了，我也骗了一个点了。他这样是一个鱼叉就回家了，他这个是鱼叉一只中了就回家了，烫一秒就回家了，还是也开大清兵、啊？他现在开大有机会，哇！但他扭鱼叉，要吗？他鱼叉会不会中？抽奖哦，还是再抽？我还没抽，没抽。这个应该用烫的，吃橘子补。他们一个人有盾，一个人有那个有橘子。对。我连通，连通。哦，就这个盾是没有挡到的。再连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啊！但这波瑞大丢的不错了，砍他。这个桶子拉起来，炸弹！哇，这桶子有炸到！有吗？赢！哎呀！哇！最后一下，这过热普攻。我觉得他把装卖掉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，太有影响了。他不应该卖的，你就放着也好。他可能他觉得最后一波，他应该觉得最后一波他要直接上山。我觉得他没有卖，他可能没有成装。对，他没有成装。三项要3333。对。这感觉。真的他没卖，真的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撑装打。对，感觉好像不卖才会赢。啊，但这样子好像是追平嘛，是不是？对，Dave 的赢，没有，那2-0。2-0哦。2-0，对，2-0，Dave 刚刚赢了9通。哇 ，Barrel 打 Dave， 全明星赛下路的 1v1 厮杀。那这两个选手应该是彼此底摸的比较清楚啦，毕竟他们刚是在打那个5-5的时候都在练脚。我觉得等一下 Dave 一定直接狼人攀升，再加一只。
就泡面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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